盯着我看干嘛？这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啊！那曾外祖的忌日你都可以忘记？跪下，磕头！求曾外祖保佑我财源广进，日进斗金！哎呦，我头疼！一天到晚的，你就指着天上掉馅饼是吧？曾外祖啊，那是我们刘家的榜样，他。 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汗马功劳，没有曾外祖，哪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？希望曾外祖能把他的奉献精神发扬光大，福泽后人。哎哎呦哎呦，疼疼疼疼疼！对着曾外祖，好好反省反省。哎，吃个橘子吧。 哎呀妈呀！我吓死我了！干啥呀？丫头，别怕别怕，曾祖父只是想关心一下你的个人问题。哎，丫头，你成家没有？没有。有男朋友没有？没有。工资够不够？哎呀呀，忘不了自己，别提了，伤心，很烦。哎呦，丫头，你咋整的？啊？曾外祖，你有金条吗？ 没有。字画呢？字画，哎，哦，也没有。古董呢？古董，哦，也没有。我起点太低了。哎呦，别聊这些鸡零狗碎的事儿了。你都三十了，哎，你找到生活的意义没有？活着就不错了。哎呦，丫头，你这不是愁死曾外祖了吗？ 您不已经死了吗？不管你昨天经历了什么，又或者明天将遇到什么，请将您的意识收回来，放在当下，想一想生活的意义。 点两份呢。你在外面。啊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，一回头吧，这人就不见了。啊？你不会遇上变态了吧？小心点儿。 我觉得呀，你可能也要更改一下你的着装风格。你看，你总穿一个短裤，把你那个又长又白的那个腿露在外边，很容易吸引变态的注意。我跟你说，你的想法有问题。女生为什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？我穿什么是我的自由，我开心好吗？我在觉我自己。按你这种说法，哦，那要是被欺负来成了我的问题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这种想法。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呀？我只是在阐述我自己的个人观点。再说了，我喜不喜欢你根本就不重要，我呢，只不过是你生命当中一个过客而已。我觉得很重要啊！你看，我现在寄住在你的家里，咱们俩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如果对我有看法的话，我会觉得浑身不自在的。我就不 care 你喜不喜欢我。 喂，留恋吗？你外公让我打电话给你，说让你来一趟。什么时候？他说现在。啊？怎么？